操盘战将。大家欢迎收看操盘战将 ，Solo Man。有来问的，我在这里跟你讲什么？有来问的，有来问的。今天早上我在这边跟你讲什么？我说了什么？不客气，我知道你们尾盘的时候，我统一回答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我应该要做的，因为你们有来问啊，有问必答，别客气，来，我昨天讲我的股票。或是你在其他的节目，其他的 YouTuber， 那些网红分析师，或是其他的电视节目的分析师推荐的股票，有问题的来找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老师，黄仁勋又要来了？没有啦，不是黄仁勋的问题啦。什么问题？我等一下跟你讲啦。各位，今天大盘收22048，昨天昙花一现22002003，看到一下哇，下去没有了。老师没有站稳，所以你讲的不算，你讲的不算，因为没有站稳嘛，没有。收盘没有站上22000啊，对不 ？OK OK OK， 这么吹毛求疵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啊，那今天呢？今天呢？今天呢？最新的。我的预告，这是在3月4号的时候我写的。哎，我已经用了三个多月了，我都没有更新哦，我没有更新啊，我一直用它来做我节目的解盘，我的开场白三不五时拿出来给各位回顾一下、复习一下、温习一下。OK。这张应该快要功成，应该说功成身退了嘛，因为我都对啦，我都对了啊，没有错啊。那时候19305，那时候涨，人家还说老师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数字，而且是大涨的时候，我对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最新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等到看完，我再跟你聊股票。我在跟你聊标股，我在告诉你我们买什么，我们今天什么股票涨停板，我们今天什么股票获利。等一下我会讲台积电，不要急。台积电，我等一下会跟你讲，今天站上900块了，什么意义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代表什么？新的里程碑。新的概念，新的空间，新的空间，新的行情要来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各位，财富重分配又要开始了。财富重分配从现在开始，也从你开始，给你自己大赚千万的机会。我待会再聊台积电，我要跟你聊。我对大盘接下来对美国股市、美国经济，我怎么看？我今天整理出来，我把它写出来给各位看，这就是证据哦。
我不会每天用讲的，一会空一会多，模棱两可，不会啦。要嘛分析师，你很厉害，你就直球对决嘛，你就直接跟观众讲啊，跟投资人讲啊，啊那么遮遮掩掩的顾左右而言他，讲多了也对，讲空了也对，不用，我就告诉你我怎么看。来，我们慢慢的看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看。美国经济的扩张趋势没有改变，它没有改变。各位，当我看到的日韩欧美的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，还有最近它的一些经济数据，包含它的就业率、它的耐久材订单等等，我看到的这些数字。我再推估一下，因为我有在看一些报告，美国经济未来的一个展望。各位，趋势没有改变，多头仍然向好向上看。未来降息的资金宽松，因为未来会降息，央行已经降息了嘛，欧洲央行降息了嘛，啊，美国未来也会降息嘛。有人说一次，有人说两次，不管，它就是会降息嘛。啊，既然要降息的话，这个资金宽松政策会促使美国股市更上一层楼，尤其是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。哇，这两个你看一下，这道琼吗？之前我有跟你讲过这件事情啊。你看我这张，我上面写的，我说不过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后市反而会比道琼更强，对不对？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后市反而比道琼更强嘛？这道琼，这纳斯达嘛，这费城半导体嘛，我讲的对吧？对不对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各位拍谁了？我又对了，我又对了啦哦，又被我说中了啦哦。费城半导体，纳斯达是不是比道琼更强？对吧？对吧？哈，好，不会改。我跟你讲，我一个字都不会改啦。改什么？这就是我的看法。尤其是纳斯达跟费城半导体未来表现会更为亮眼。这是美国的部分，美股的部分，台湾台股的部分，台湾经济仍会持续稳健成长。我才看到了订单，这是领先指标。看到了订单，看到我们最新的出口。再看到今天报纸的头版，上市柜营收写下最强的五月。各位，再看到我们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重建扩张，时隔14个月这样的一种走法，让我更加的笃信，台湾的经济会更像一层楼，还会带动台北股市上涨，因为台积电。因为台积电，各位啊，台积电来到900了，四位数指日可待，而且四位数之上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外资最近出具的报告那个数字，我觉得有一点，我认为可以再乐观一点，你可以再选更高的数字，你听懂我意思吗？台积电啊，我觉得外资报告他所写的目标价。我认为数字可以更高，可以更高，因为很重要。我再讲一遍，可以更高，也因为更高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各位啊，相信刘德英吧，他讲的话，我也相信他们在股东会里面所讲的这个成长，真的是史无仅见啊。我们难得攻逢其胜，来到了这个环境。我们台北股市这个环境，刚好我们能够攻逢其胜，我们能够在最好的时间，让台湾能够最好发挥发光发热的一个时间点。啊，你还不来赚钱？你还不来跟我大赚？你要等什么？你要自己赚吗？各位，我问你啊，未来你可以赚到？你有这个自信吗？我问你各位一句，哎，我不是贬低各位的意思哦，没有，我没有贬低各位的意思。我的意思说，靠你自己的话。你有没有那个能力？你老实回答我，你有没有那个能力
如果你没有，没关系，你跟着我，你让我来，好不好？你让我来，各位啊，我随便一只，我随便一只就超过了。你跟我一起重压一档股票，跟我重压股票，500万、1000万、2000万去压一档股票，各位啊，如果你压到像所罗门的，各位之前的隐憾，如果你压到这种股票的，我跟你讲，你把我洗啊，仅仅这样把我洗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各位，继续，来，我们继续，我们继续看，指数如果有任何拉回，如果有任何拉回，你都要站在多方，未来就是上看25000点，甚至更高。记住我这句话，我讲的，我讲的，我综合我的看法。我综合我对美国经济跟台湾经济未来的数字的一些看法，我所推估出来的，这就好像我在19305的时候，我在告诉你22000，很多人那个时候也是半信半疑，不太相信。今天看到了，好，今天6月12号，在这个数字，我告诉你上看25000甚至更高的位置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给我时间，你也给我机会。因为未来的 AI， 只要它带出来的应用跟题材、新的科技、新的产品加入 AI 的元素，股价都会很强，而且100%以上的股票会很多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到25000之上，从这边的行情里面，未来100%以上的股票会很多，要不要赚？要不要跟我？要不要一起赚？要不要一起赚？要不要一起赚？来，中小型的冷门股也会是未来盘面。我跟你讲，这有些股票搞不好未来公司突发奇想，也加入个 AI， 也去凑一下 AI 的热度哦。我跟你讲，哇，那不得了，更会喷100%以上。你等着啊，真的啦，各位啊，你看所罗门 AI 加进来。一个机器 AI 机器人加进来，所罗门以前爹不疼娘不爱，这种冷门的股票，我问你啊，以前他在这里的时候，谁会去理他？没有人理他，平淡无奇，默默无闻。我们可以把他打入冷宫都没有，都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结果因为 AI 加进来 ，AI 机器人加进来，让这只股票脱胎换骨，起死回生。我告诉你，未来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还有还有还有，在我这里，比如说这一只股票，这一只股票最会喷标股，老师 AI 吗？我跟你讲啊，真的啦，只要加入 AI， 你只要加入 AI。未来100%以上股票还会很多，还这就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你的机会啊，这是你的机会啊！你不要看现在有些股票涨上来了，你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涨好多了，股价只有买对跟买不对的问题，没有股价高低的买贵或买便宜的问题，没有，只有买对或买不对的问题而已啊！你只要买对股票，什么时候买？当然，有人先来后到嘛。对不对？那就要看各位的功力啊。不过我可以跟你讲啊，未来大盘啊，它在往上攻高的过程里面啊，我跟你讲，这考验了很多人的实力啊，看盘的功力跟选股的技巧，尤其是你一定要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。问题是，你常常不知道哪些股票有筹码力量。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所以我常常跟你讲啊，各位啊，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，像。我这阵子有些股票在拉回来的时候，我有在讲，我说我不想话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啦，真的啦，我不想多说什么，我们就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等待，让他整理，让他整理没有关系哦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个啊，最会喷。胸高喷，你知道蒙利啊？今天台积电上来啊，哥，你知道它是 CoWoS 概念股之一吗 ？CoWoS，
哦，我告诉你，台积电的 CoWoS 的这个题材啊，这个产能啊，供不应求，多少连辉达，我看这次黄仁勋来到台湾，跟张忠谋在讲，跟台积电的高层在谈，就是 CoWoS 的产能，希望辉达能更多分一点，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 CoWoS 的产能？因为我太需要 CoWoS 的一个先进制程了，因为这样我的晶片才会做得好，我的晶片才会比较优质啊，才会比较有那个效率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啊 ，CoWoS 概念股里面啊，当然你可以去找什么星云啊、哦万润啊，但这些股票已经涨多了，已经大家耳熟能详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找新的啊，你可以找说还在低档区的啊，或是股价比较便宜的啊，不要买那种300、400、500、600那一种啊。如果你去买股价比较便宜一点的，不到100块的，哎，这可不可以？可以，而且这支股票还是机器人概念股哎，各位，它机器人的那个手臂的部分啊 stand by 啊，听说要，我不要讲。哦、我不想讲太多，我跟你讲、哦、今天拉到涨停板，以后 CoWoS 的题材、机器人的题材会让蒙利。下面那句话我就不讲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拉到了涨停板，各位，昨天有人问，也有人问我这支股票。因为这支股票是我开牌的嘛，哎，他们也问我这支啊，开牌的、啊，我开牌，我最近开牌的这个啊，石硕工业啊，哦，也有人在问我啊，好就好，给你问，我回答了，我尽我所能，好不好？我把我的那个看法论点，我跟你讲，哦，没有问题，我可以告诉你我怎么看，各位啊，你今天还有没有问题？我不晓得，如果你今天还有问题，来。再问来，再来问一次，你再来找我好不好？你再来找我 ，OK？ 包括所罗门也一样啊，所罗门呢、啊，明天要出关了，今天率先冲出来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事情了。那我只能说，你有所罗门的哦，或是你想买所罗门的，来找秦军。你让我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所罗门涨停板，它带动很多机器人的相关股票也跟着上来哦，也跟着上来，稍微上来一下哦，它也是机器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后面会蛮有意思的，会蛮有意思的。所以跟好跟紧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来拿我的股票，你来拿我的标，就像你昨天来拿我的这支股票，喂，亮灯新名牌，我请你昨天打电话进来拿，昨天打电话进来拿的，来对，来对，来对吧，亮灯新名牌这支股票。大涨，没有涨停板，今天没亮灯，没关系。但我要跟你说，请你来拿，哦，请你来拿。今天一开盘开在157.5，开这个位置啊，哇，喂，你看看，为什么会有这一段？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一段？我跟你讲，在接下来的行情里面，有些股票会用突袭的方式让你措手不及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你跟好跟紧来拿我的股票，买好我的股票，你就抱着等着就对了。你抱好，为什么常跟你说你抱我的股，你抱我的股，你不要去抱别人的股票啦，各位啊。你抱我的股票、哦、我跟你讲啦，你抱着我的股票，
以下的话我不想讲。哦，你抱着我的股票，你买我的股票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发生什么事？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的股票会发生什么事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来，这一只股票哦，各位，我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哦，我刚刚已经讲的蛮清楚了。往后我会三不五时的拿一些里面的一些重点再来跟各位做个说明。为什么我这么看？为什么我希望未来的这个行情里面，从现在到这个数字甚至更高的一个地方，在这一段行情里面，我真的由衷希望大家，你想赚钱，我知道。你想赚到最多的钱，我也很清楚。但是我们要有方法啊。欸，你不要瞎子摸象啊，随便乱买，不是哦。接下来要看真功夫哦，要看一些操盘的技巧哦，不是说闭着眼睛随便买随便赚，没有哦，那个时间点过去了。从现在到更高的位置，那个要手法，那个要控，那个要操盘技巧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未来你有很大的机会，很大的机会。但问题是什么？你要买对股票啊，欸，你不要买错了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看今天上市上涨家数389家，下跌553家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有的会涨，但有的大盘在涨，它没希望啊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说没有希望，就是它要走拉回的格局，它要走一个小空方的一个走势了。未来大盘上涨已经跟它没什么太大关系了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在里面，我不希望你是买到那种会下跌一直跌的股票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你来找我嘛，来问我嘛，你给你问，你不要客气，我非常乐于解答，包括我的股票也是一样，我的股票最近也有股票在拉回来，但没有关系啊，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，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。我的股票有一个特色，那个特色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就在这边我就不要讲了，我只要告诉你各位，来，这一支最会喷标股，最会喷标股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来，打电话进来。我每次的字卡上面所写的字，通常胜率都很高，命中率都很高啊。这一支股票最会喷标股，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支股票送给大家，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顶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
黄仁勋大标股这支股票。大涨，明天再聊。来，对吧？时机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会在电视上公开，包括这支也一样。但是你不要等我公开，然后你在那里懊悔。早知道我就来拿，早知道那天我就先打一通电话进来，我不就赚到了吗？我跟你讲。今天这支股票，各位卖熊哈贼来拿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来电就有，来电就给你，很容易，一通电话包你满意。这支最会喷，明天开始最会喷，到底是什么独家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最会喷标股，打电话进来，一块钱跟我换这一张，一块钱跟我换这支股票，最会喷标股，好好把握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。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，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股市千变万化，当操盘千头万绪，当机会千载难逢。即日起用1000元体验轰天雷一个月，就送轰动十掌操盘秘籍及上课券。千言万语，这次只要1000元哦，请拨02-2365-3255。住在旧公寓3楼的陈奶奶，每天都在阳台边与邻居们打招呼。因为爬楼梯已成为他出门的障碍。社宅包租代管4.0，以屋换屋，可跨县市服务，让长者生活更便利。阿妈，你大概有关系吗？来，我都喜欢玩你的。包租代管333，方便行，安心住。